你有没有过片刻的东西？我已心绪苍生，再也容不下其他。 真的没有下毒，别人信不信我无所谓。你可不可以信我？火刑之下，炎丹尚有一线生机，总好过秦法加身，不死不休。 事已至此，天条庄严，此法你不得不受。火刑不过是小乘大劲，并无性命之忧。可若在此纵身一跃，就会魂飞魄散，才是不智。帝君以为他们纵身一跃，是为了逃避情罚。他们不惜一死，是因为在他们心中认为情爱无罪。 颜淡，辱没天条是极刑之罪，我的罪难道还少吗？我没有下毒，却被判了下毒之罪，而如今我生出了情念也是罪。 可怜我的不舍和同情也是罪，我想问问你，到底是我颜淡罪恶滔天，还是这天条荒谬可憎？他居然生出了情念！你一个仙灵短浅的仙士，知道什么是情爱？不要在此胡言乱语。没错。 我虽然是一朵小小的邯郸，可也比你这高高在上的帝君懂得什么是情爱。你曾经说过，若是有一天我动了情，你便会亲手杀了我。如今我已经动情了。 你为何还不动手？帝君，此女言行狂悖，冒犯天条，实不能容。别动她。你有任何话，等受刑之后再说。 我想问你，你是堂堂的帝君，你走过三界万年，抚养一世，在你的心里，难道没有任何人、任何事，让你心动过，想让你摆脱这天条的束缚吗？颜淡，你想要的答案。 没有你的生命重要，你明不明白？可我现在就想知道这个答案。无论是在延续天宫，还是在地崖的茅草屋中，无论是何时、何地、何情，你有没有过片刻的动心？ 在暗夜里藏，镜子落晚香。寂寞的堂堂住思念的伤，一往岁月凉。洗尽纤尘，我已心绪苍生，再也容不下其他。轮转中